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贝德玛卸妆后要洗脸吗？为了防止彩妆残留物残留在面部，后续呢仍需要用洗面奶来进行二次清洁。如果没有清洗干净的话，这些残留物呢很有可能会阻塞毛孔，形成痘痘、粉刺等情况。用卸妆棉卸妆后，最好呢用洗面奶再次清洁面部，保证面部清洁干净。最后呢使用护肤品滋养肌肤，保持肌肤水润的状态。